我就不信你关注完我不买我家粉条子啊！天天我就炖粉条子，不是炖就是吃，你就看这粉条有没有食欲了？想不想吃？喜不想？喜不喜欢吃？买贵了吧？后悔了吧？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没听是不听？就咱家的款红薯粉条啊，谁是花19.9买了5000？咱看下后台啊，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7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，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000。还不够，另外老弟呢，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，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，它是朝阳绿夹子的啊，它是有宽粉，是有细粉啊，两种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呢，咱就拍宽的啊；咱如果喜欢细的，咱就拍细的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啊，不含木薯粉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啊。它这个颜色呢，您看一下啊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。好的红薯粉呢，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啊。品质呢，绝对很好。像咱平常炖个小鸡了，炖个鱼了，炖个肉了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怎么搭配呢？都是嘎嘎好吃。而且呢，它煮在锅里啊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啊。平常呢，咱炒个酸菜粉，炒个芹菜粉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款红薯粉条，因为咱家的款红薯粉条呢，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不含乱码七糟的成分。它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关键呢，今天这个价格啊，也太合适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，老弟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，给咱发5斤红薯粉条，宽粉、细粉可以选择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啊，随时关闭。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搂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啊，还有没有？如果是16.9啊，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